2020年流行比较自然嘅眉妆，吴卓轩一字眉。今日我会教大家用眉笔、眉粉、眉胶点样画出一个有立体感嘅眉妆。我睇啱自己眉妆，仲可以显得面细啲，同埋有减龄嘅效果添。首先用眉刷梳理眉毛，以眉笔从鼻侧打直量度眉头位置，轻轻点一下。然后眉笔移至眼珠中间成一条直线，轻轻点一下确认眉峰位置，再移至眼角喺眉尾位置点个记号。找出眉头、眉峰、眉尾位置之后，先从眉峰开始轻轻上色，慢慢画至眉尾位置。Armani Beauty Smooth Silk Brown Pencil 备有三款色调，显色度同持久度都好高，画全日都唔会甩色添。第二步，用眉粉嚟填满眉毛间嘅空隙，特别系眉尾位置。Tarte Acabana Beauty Emotion Eye Brown Powder Duo 可以干湿两用，粉盒内附有伸缩双头刷。一边是精细眉笔，一边是眉刷和眉梳，啱晒去旅行或者带出街补妆用。分享一个小贴士俾大家，想眉妆更有立体感，可以用眉胶令眉毛更加根根分明，同埋更持久。Dior Show All Day Brand In 可以令眉妆更持久，质地水状唔厚重，可以遮住纹咗眉嘅颜色。